第35题，如图所示，质量4公斤的假球与质量1公斤的乙球相距r，今欲将质量3公斤的丙球置于甲乙两球之间，使甲乙丙三球成一直线，且甲球对丙球的万有引力恰等于乙球对丙球的万有引力，则丙球正确位置应放在与甲球相距多少r？那么4公斤的是甲球。1公斤的是乙球，那么这个3公斤的是丙球。假设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距离是 x， 这个距离是 y。那么我们根据万有引力定律，万有引力的大小跟质量乘积成正比，跟距离平方成反比，所以甲丙之间的万有引力就是4×3除以 x 的平方，要等于我们的乙球跟丙球的万有引力，也就是3×1除以 y 的平方，这两个要相等，所以呢 12x 平方等于 y 平方是 3， 所以呢 12y 平方等于 3x 平方，大家也就是 4y 平方等于 x 平方，大家都开根号 2y 等于 x， 所以 x 就是 2y， 那么 2y 加上 y 会等于 r， 所以 3y 等于 r，y 就等于1/3 r， 所以 x 就等于1/3 r， 所以我们丙放置的位置是跟甲距离1/3 r 的地方，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则丙球的正确位置应与甲球相距多少啊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1/3。